昨天有一个要吹油门的事情，超怕车子冲进去的。你敢开吗？不会开车，但这种车子特技的我真的不行，拍戏是来玩的，不是真的来拍戏。你看一下我的汗，这个天气怎么出外景啊？都融化了，热死了！天哪！换一个手上的湿，快利用时间。你看，他的那个包子啊，都在讲，它上面会有出来一个卷起来的，是可以吃的。刚刚你可以翻译一下，你看看。像昨天有一个要吹油门，超怕车子冲进去的，我好怕。你敢开吗？我会开车，但是我没有。我会开车，但是这种车子特技的我真的不行，我超怕。我因为我车上还有演员，我怕他们会受伤，好害怕。我袂叮当，我会让你看袂到叶子成，还佮你巴肚内底囡仔，带走，行。有。对光了，这样啊，啊那边用亮的。快叮当！这都没事的，叮当，不需要我叮当，我来叮当。那个你把这个叮当，抓走，给啊！腰的刀，来找他多少？一百一，好，来多少？37吗？看看他，他有在那边跳舞。换一个手上的湿，快利用时间。松果啊，你就可以把它做造景啊，弄旁边放那种石头啊、鹅卵石。
然后把它铺成就可以是很漂亮的，很漂亮一个小盆栽，对，很漂亮，对。那你也可以把它金漆，如果它干掉的话，把金漆喷一喷，圣诞节的时候也可以当，你懂吗？对不对？装饰品，对，一个花环，很漂亮的。开心是来玩的，真的。热死了，热死了。后门是关来开的，关，关了，关了，打开，打开，喂，我要报警，我家电话逃回家，我家电话，我到追踪线，可以，没问题啊，还是有追不进来。我刚才跟他们分享，然后化妆妹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服装妹妹。然后他们就带回去，他们也有兴趣要种，然后说，哎，要怎么种？然后跟他们说怎么种，然后要怎么去造景呢？有些人是故意把它弄像日本庭院，不是有沙子吗？故意把它弄一圈一圈一圈。像我可能会摆鹅卵石，把它叠起来一圈一圈的这样子。然后白沙子啊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那种就是小明石，就是有造景的小明石，然后买小的那种小配件配在那边，可能是两个人，看是不是？它长出来小松鼠。对不对？你看，它的那个包子啊，都在下面。然后它的这个头可以吃，它上面会有出来一个卷起来叫金高毛桃啊，是卷起来的，是可以吃的。对，如果你在野外求生的话，关哥，你可以翻译一下你刚那一句。金高毛桃，金狗毛头。啊，杨威，杨威。我的汗，哇塞！这个天气怎么出外景啊？都融化了，这是全湿，全湿，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化妆了。走，进棚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哎，你也辛苦辛苦，大家都辛苦。